个 PGR 的捕手江明豪背了一个外角的坏球做 PGR。没有在注意对方的强迫警分，然后11局的上半，他部队借由第六棒胡三号的一支安打，是先攻下了一分，3-2，再次超前的中华队。向跑者走，这个球打出了在中间方向，结果是连安打。跑者先要冲三垒，中外手做回传之后，这个球传过去，来不及。又是打跑战术的一个安打。这个中外手回传也传得短一些。带跑的选手的回到本垒得分，韩国队的攻下了第4分，4-2，先取得2分的领先。而且韩国队现在还是13垒有跑者。对，球的有点偏高。球偏高的话，很容易打成平飞球。球没有办法传到位。是不断的用打跑战术。